我老公宋阳出车祸死了，距离他出轨被我发现还不到一个月。肇事司机是无证驾驶，他愿意出两百万，希望能跟我和解。瞧我直勾勾的盯着老公的遗体，老公的表妹宋小娇劝我：“人都死了，所有的仇恨都随风飘散了，你想开些，早些让表哥入土为安吧。”我略挑眉，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有些奇怪。结婚三年。 我见她缠了我老公三年，没想到我老公死了，反而是她看开了。见我转而盯着她，她怯怯的往后退了几步，说：“我我只是随便说说，随便说说就更奇怪了。她和我老公青梅竹马，要不是隔着表兄妹这层关系，只怕早就在一起了。作为一个女人，我能感觉到她对我老公深深的爱意，甚至我觉得她比我更爱我老公。”肇事司机也劝我说。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无证驾驶。咱们就把这事私了了吧？两百万不够，我再加点。我余光看见宋小娇的眼睛亮了亮，一股怪异的感觉扑面而来。我要解剖。我的声音很淡，淡的我都有点恨自己没良心。宋小娇忽然尖叫起来：“沈花姨，你胡说什么？”司机连忙说：“两百五十万，一次性付清。”宋小娇的眼睛更亮了，她说。 表嫂、表哥已经死的够惨了，你就让他安安心心的走吧。我冷笑，我有权申请解剖，你有什么资格阻止我？他张了张嘴，半天憋出一句：“姨妈总有有资格吧。”他走了以后，我告诉司机，无论如何，我都同意与他和解。他才离开。坐在长廊上，我把宋阳的手机翻了一遍。自从我发现他出轨以来，快一个月了，我却不知道小三是谁。 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劈叉了呢，还是找了个情人。女人的第六感有时候准得有些可怕。我仅仅只是发现他开始用香水，学着抽烟，对我更体贴，就怀疑他出轨了。我找私家侦探跟过他，并没发现任何问题。我曾一度怀疑是自己弄错了，可架不住第六感作祟，干脆直接问了他。那天他跪在地上给我道歉，说他只是一时糊涂。 上错了床，一时糊涂上错了床。我冷笑，心里却止不住的发抖。男人这种生物，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如果他只是上错了一次床，为什么会变化那么大？我问他那个女人是谁，他却什么都不说。从那时候起，他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跟着我，祈求我的原谅。我想离婚，可最近他经常咳嗽，还流鼻血，人也越来越憔悴。 看他这个样子，我心里也难过。正想着要不要给他一次机会的时候，他出车祸死了。宋阳的手机很干净，相册里全是我和他的照片，微信通讯录里只有寥寥九十八个好友，挨个看去，大部分我都认识。而朋友圈评论的消息列表里空荡荡的，很干净。我不知道是真的干净还是被清理了。一切看似没有任何问题。 但那该死的第六感总让我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婆婆气喘吁吁地来到了医院，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解剖了没有？”居然是解剖了没有。婆婆对我老公有一种偏执到极端的爱。她说：“宋阳是九代单传，是比他命还要重要的存在。”生活中，她也确实把宋阳当成了她生命的全部。面对宋阳的死，她这样的表现太异常了。 我点点头，回答他解了。他猛然扬手一巴掌朝我打过来。你有什么资格解剖我儿子？我抓住了他的手腕。你不想知道你儿子的真正死因吗？停尸房门口安静的，只听得到他粗重的喘息声。他大声嚷嚷：“我儿子是车祸死亡的，还能有什么真正的死因？就是表哥，就是车祸死亡的。”他们越是急切的表达，宋阳是车祸死的。 我越觉得宋阳的死有蹊跷。有护士走过来，见到我，好奇的问：“沈女士，您不是去殡仪馆了吗？殡仪馆是火化了吗？”婆婆立马拉着小护士问，眼神有掩饰不住的激动，好像火化了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殡仪馆里，婆婆见到贴有老公名字的骨灰盒，终于忍不住抱着骨灰盒嚎啕大哭了起来。 宋小娇在一旁抹着眼泪，我站在那里像个局外人。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我找殡仪馆的人提前借来的空骨灰盒。我老公的尸体，经我申请，还在法医室里做尸检呢。我的闺蜜小颖是个法医。就在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我拿着手机出了门外，小颖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来：“继发性肝癌晚期，已经肺转移了。” 不知道是不是心里有了准备，我竟一点都不意外。小影在电话里安慰我：“花花，不要太难过了。肝癌本来就很难发现，看身体里残药，我估计他自己发现也不过几个月而已。”我不难过。看着眼前两个痛哭流涕却没有落下一滴眼泪的两个人，我真的一点儿也难过不起来。知道了老公的死因后，我没有耽搁，尽快给他火化了。 老公的葬礼在殡仪馆里举行，葬礼上，婆婆毫不避讳的带着宋小娇和一个奶娃娃坐在老公的遗像前，像极了一家四口。妈妈问我：“不到两个月的娃娃，你表妹夫也凭他这样胡闹？”宋小娇爱慕我老公的事，我妈早就看出来了。她哪里有什么老公，男朋友都没有。我冷笑，然而话到嘴边，我忽然愣住了。她没有老公。 没有男朋友，可孩子必须得有爸爸呀。没有男人，她一个人怎么生孩子？妈妈叹了口气：“你那婆婆也是个昏头的，带着这孤儿寡母，还是个不知道出处,处的孩子，参加自己儿子的葬礼，也不怕被人说闲话。”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响：“是了，宋小娇没男朋友，那孩子的爸爸是谁？”瞧着婆婆只是略显疲惫的脸，我忽然有个大胆的猜测。 你婆婆对我老公的偏执，加上她极其看重传宗接代这件事，按理说我老公死了，她应该悲痛得下不了床才对，怎么还有闲情逸致在我老公遗像前逗弄孩子？除非沈家已有后了。我和宋阳有过婚前约定，谁出轨谁净身出户。既然如此，在我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还要承认出轨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说他早就知道我提离婚前他会死？他死了，这婚也不用离了。那么夫妻的财产就不会是我一个人的，婆婆也会继承一部分。我有些不敢置信，但我看过他的行车记录仪，是他猛踩油门朝着对方冲过去的。当时我难以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我想到了，他这样的死法可以多得一笔死亡赔偿金。难道他真的是为了钱？ 钱、财产。想到这里，我急忙离开了葬礼，往家里赶去。如果只是为了得到各自应得的份额，我觉得他们没必要瞒着我宋阳得了癌症的事情。既然瞒着我，说明他们做了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事情。此时，我脑海中最先想到的就是财产。果然，我翻遍了家里，都没有找到房。 车产证以及我们的合伙协议，还有婚前我给他买的身故保险协议，就连我婚前的两套房、一辆车的证件也全都不见了。我瘫软在沙发上，难道婆婆近期拿着产权证去办理过户登记了？这就是近期我见不到他人的原因吗？我告诉自己要冷静，夫妻共同财产，婆婆就算带着产权证、登记本去，人家也不可能给她办理过户登记的。心里这样想。 我还是约了发小陈家见面，我把近来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他。陈家是个律师，听完我的描述，他告诉我，变更财产有三种方法：第一，动产、不动产的变更必须权利人亲自到房管局、车管所办理变更手续，也就是说，必须是我或者我老公去办理；第二，要么写下遗嘱，找个见证人签字按手印。 要么经过公证处做个公证文书，但这两种都必须符合合法财产法定程序。第三，赠与，制作一个无偿赠与的合同，注明把什么财产无偿赠与给某人。当然，不管是以上哪种，都必须有我的同意和签名。我忽然想起两个月前，宋阳拿着一沓厚厚的材料让我签字，说是我的股票翻倍了，需要我重新授权。 我们家向来是他打理财产，我从不过问，所以当时根本没看就签了名。我一阵冷汗，心想宋阳不会这样对我的。陈家看出了我的不对，让我先回家，财产的事情他会想办法帮我落实清楚。在他的建议下，我在家里比较隐蔽的地方安装了摄像头和监听器。陈家的速度很快，不到两天就把我的财产情况落实好了。正如我所料。 我们夫妻财产以及我的个人财产，早在二十天前就全部转移到婆婆和一个叫宋家宝的人名下了。二十天前，刚好是他二十四小时守着我，求我原谅的时候。我一阵悲凉，原来他承认出轨，一天二十四小时守着我，是为了让我心力交瘁，无心顾及财产问题。陈家告诉我，他们走的程序是赠与合同，合同中载明。 沈花姨和宋阳夫妻名下所有财产无条件赠与母亲宁美兰、女儿宋家宝。陈家还告诉我，这个宋家宝应该是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因为他去派出所调过档，根本没有这个人的信息。他的话音一落，我脑海里立刻想起了宋小娇的女儿。陈家宽慰我：“你想多了吧，他们可是表兄妹。”正因为我也觉得他们是表兄妹，所以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之间有问题。 可是到了这一步，我觉得事情应该就是这样：宋阳出轨，宋小娇生下一个女儿宋家宝。为了让他的母亲和女儿在他死后有所依靠，他背着我把所有财产转移了。我从来没有这样绝望过。这就是我爱了九年的男人。他心疼死后没人照顾他妈和他的女儿，那我呢？他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他这样做对我公平吗？陈家劝我。 这只是你的猜测。老公下葬的那天，所有人都在安慰我，而婆婆则是一门心思的盯着宋小娇怀里的小奶娃，生怕磕了碰了。站在老公的墓碑前，看着他们像极了一家四口的举动，我一阵恶心，干呕了起来。好多朋友都担心的问我是不是怀孕了，我正想否认，余光瞧见婆婆一双放光的眼睛盯着我的肚子，而宋小娇脸上则是闪过害怕。 我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我怀孕了，不知道婆婆还会不会把那些财产全都给宋小娇的女儿？我没有说话，一双手却放在了肚子上，尽其所能的展现出一个孕妇该有的样子。葬礼结束后，我和陈家去了咖啡厅。陈家告诉我，拿回财产只能向法院起诉，要么撤销赠与合同，要么主张合同无效。只不过这官司一打。 宋阳自杀的事情很有可能会暴露，那我给他买的身故保险和死亡赔偿金都会没有了。可是官司不打，我的东西就拿回来了。陈家建议我，你可以与你婆婆协商一下。如果打官司，按照法律规定，你虽然没了身故保险金和死亡赔偿金，但有两套婚前房子、一辆车子，夫妻共同财产大部分都将由你继承，而你婆婆几乎什么都得不到。 如果不打官司，只要他把财产还回来，你可以适当给他一些补偿。他要是聪明人，知道该怎么选择。我犹豫了，打官司两败俱伤，不打官司我心有不甘。宋阳的做法击碎了我这九年来付出的一切，我很不甘心。陈家劝我说：“花花，宋阳已经死了，谁也不知道他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抛开他瞒着你转移财产和得了癌症这两件事，他对你的好，我们都看在眼里。再说了，他到底有没有出轨？孩子是不是他的？还是他领养的？这些你都不确定，不是吗？我想起了宋阳曾经对我的好，对我百依百顺，有求必应，把我当公主一样宠着爱着，从来不让我做家务。我和婆婆闹矛盾，他总会心疼我，想各种办法补偿我。 而且他不喜欢宋小娇，我是看在眼里的。平时他都不愿意和他说话。想到这些，我心软了。宋阳怎么会背叛我和其他女人生孩子呢？再说婆婆，她知道婚前财产是我个人的，我和宋阳大部分夫妻财产也都是我父母资助的。如果上了法庭，她肯定会输得一塌糊涂。我想，或许我可以试着和她协商。然而。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错误的决定差点要了我的命。我回家时，婆婆已经做好了饭菜，还专门给我煲了鸡汤。看着她额角的白发、布满血丝的眼睛以及满脸的皱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宋阳的死对她的打击也不小。饭桌上，我直接问她：“妈，小宝是宋阳的孩子吗？”我的话音一落，婆婆震惊的看着我：“你胡说什么？” 如果不是，那为什么我的婚前财产以及我和宋阳的夫妻共同财产都落到了你和宋家宝的名下？我特意强调婚前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是因为我相信他们一定特意了解过相关的法律规定。我说赠与合同上写的是女儿宋家宝，宋家宝就是宋小娇的女儿，是吧？我努力控制自己平静的描述这件事，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很镇定。谁告诉你的？ 婆婆怒瞪着我，和刚才平和的样子判若两人。她说：“小娇和杨洋,洋是表兄妹，他们之间怎么可能会生孩子？”她的情绪激动的有些反常。按照我对她的了解，刚才的话我说对了。我很想问她，既然你知道他们是表兄妹，这些年你尽力的撮合他们，又是为了什么？但最终我还是没有问出口。正如宋小娇说的，人都死了。 所有的仇恨也该随风飘了。我在心里默数到十，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对婆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不知道你和宋阳为什么这样不信任我，但我既然嫁给了他，他就算死了，照顾你、赡养你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这么多年来，妈，你扪心自问，我可还对得起你？经过我多番劝导，她逐渐平静了下来，似乎被我的话说动了。 我把陈家告诉我的利弊跟给他分析了一遍，最后我还告诉他，夫妻财产除了合伙协议的那些股份，其他的我都可以给他一套别墅、一辆车子以及死亡赔偿金。当然，我的婚前财产都是我父母给我的，必须还给我。还有身故保险金，那是我用第一笔工资给他买的，也必须给我。而且我承诺以后会一直赡养他，到他百年之后。 第二天，他破天荒的给我做了早点，还嘱咐我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在我出门的时候，还叮嘱我一定要去医院做个检查。我受宠若惊，以为他同意我的提议。晚上，我约了陈家吃饭。从餐厅里出来的时候，一张摩托车忽然朝我疾驰而来，还好陈家眼疾手快，把我推到了一边。陈家调取了餐厅的监控录像，发现对方准备的很充分，全副武装。 除了一双眼睛，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摩托车没有挂牌，看那劣质的颜色，似乎贴了有色膜，遮盖了原来的颜色。而且他的目标很明确，一直在餐厅门口徘徊，直到我出门，直直的朝着我撞来。我是个性格冷淡的人，工作和生活中几乎从未与谁结过怨，唯独近来与婆婆发生了财产纠纷。可是婆婆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 我不相信他能干出这种事。在陈家的提醒下，我打开了监视器软件，找到了录像。原来真的是婆婆。昨天晚上我和她摊牌以后，她立马给宋小娇打去了电话。她告诉宋小娇，我已经知道了家宝是宋阳的孩子，还知道了他们转移财产的事情。我听不到宋小娇在电话那头说了什么。监视器里显示，今天我出门后，她给宋小娇打电话叮嘱。 让我不死也要变成半残废，他说至少给拖个一年两年，过了诉讼时效。我毛骨悚然。陈家告诉过我，合同都有一定的时效性。我没有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起诉，过后再起诉的话，他们就可以主张过了诉讼时效，让法院驳回我的请求。不识字的婆婆竟然知道，我看见监视器里婆婆得知摩托车司机失败后气急败坏的样子。 他整整骂了我半个小时，什么狐狸精、害人精，还说我克死了他儿子。我气得浑身发抖。然而，更让我生气的还在后面。婆婆对宋小娇说：“你为杨洋生了孩子，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你等着吧，用不了多久，你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原来，宋阳的出轨对象真的是他的表妹宋小娇，他们真是表兄妹吗？ 我看这个女娃娃很正常啊，陈家说，我已经不在意他们到底是不是表兄妹了。此时的我心中只剩下了恨。现在我和他们之间不仅是经济纠纷，而是上升到人身伤害了。我不知道再这样下去，他们会做出什么更可怕的事情来。陈家说他会为我打这场官司，讨回一个公道。然而，经过这次事件。 拿回财产已经消解不了我心里的恨意了。我在网上查找相关资料，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家庭矛盾，同时也看到了很多反抗和报复的经典案例。我喜欢一句话：报复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得到了最想要的东西，然后再让他失去。我想到了一个报复婆婆的好办法。我在网上下载了一张怀孕三个月的 B 超单，把名字和个人信息换成了我的。 又在医院买了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特意用了一个浅口的斜挎包。我扎了个随意的丸子头，在没有化妆的前提下，铺了一层暗黄的粉，点了几颗痘，尽量把我展现的很憔悴。据说，如果孕妇变丑、皮肤变粗糙、脸上长痘，是难胎的表现。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不信，可老一辈的人很多还是很相信的。晚上七点多。 是小区花园里人最多的地方，婆婆经常和他们一起跳广场舞。我低头玩着手机，朝着林大妈走去。林大妈和婆婆关系不错，虽然不是最好的那个，却是婆婆玩伴中话最多、嘴最碎的一个。凡事只要让她知道了，不出三天，整个小区都会知道。她正背对我跳舞，忽然砰的一下，我撞在了她坚实的后背上，跌坐在了地上。 挎包连带着手机全都掉在了地上。哎呀，是谁没长眼睛啊？他尖着嗓子回头瞧见我，立马软了声音：“是你呀，花姨。”我抬起湿漉漉的眼睛看他，林大妈，对不起，我戴着耳机发着信息，没看见你。他连忙摆手，露出了同情怜悯的眼神：“没关系，没关系。自从我老公出车祸死了以后。” 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同情怜悯的目光，之前会觉得浑身不舒服，此时却觉得格外的顺眼。花姨，你怀孕了？旁边传来下嫂子的声音。我苦笑，来的不是时候。说完，从她手中拿过米菲斯酮，放进包里，极慢的捡起地上洒落了一地的东西。不好意思，耽误大家跳舞了。说完，我揽了一下耳边凌乱的发丝，露出耳边红色的小痘痘。 回到家里，婆婆和宋小娇正在吃饭，家里弥漫着一股浓香的骨头汤味。宋小娇的女儿躺在婴儿车里玩气球。婆婆见我进门，先是闪过一个冷眼，随后淡淡说：“回来了，特意给你熬了骨头汤，快过来吃饭吧。”要真是特意给我熬了汤，怎么会不等我就先吃饭？我先洗个手。我毫不掩饰的送了宋小娇一个白眼，朝洗手间走去。 我知道了，她和我老公的事情，要对她还有好脸色，我估计他们就该怀疑我别有用心了。自从我知道婆婆给我下安眠药以后，我研究了安眠药的很多吃法。今天的骨头汤就属于后者。我刚喝了一口，立马冲到厕所里干呕起来。表嫂，姨妈专门为你熬制的骨头汤不合你的口味吗？我冷冷地看了她一眼。表嫂也是你叫的，你配吗？我。 她委屈的看向婆婆，不等婆婆发话，我又冷笑：“宋小娇，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掺和我家的事？你叫的是姨妈，而我叫的是妈，请你认清楚自己的位置和地位，不要像只下蛋的母鸡一样，在我家里叽叽叽的叫个不停，要叫回你家里去叫。”婆婆端着碗筷的手紧了又紧，看得出来她在极力的忍耐。我猜，财产问题没有落实清楚之前，她不敢惹我。 他害怕我会起诉，宋小娇一副泫然欲滴的样子，却还是吃完了这顿饭，把碗筷给洗了后，才抱着宋家宝离开。清晨，婆婆又再次给我做了早餐，我只闻了闻，就一顿练习了好久的反胃状态。婆婆看了看我的肚子，眼中闪过纠结。我猜她是纠结要不要我肚子里的孩子。我心中冷笑，如果是个男孩，她也不用纠结了。 我问他妈：“我跟你说的事情，你想的怎么样了？”他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眼睛并没有看我，说：“我们一家人自然是该和和气气的。这么多年过来，我仔细回想过了，你对我确实好的没话说。杨洋,洋不在，你就是我唯一的依靠，以后我会把你当亲生女儿来看待的。”好家伙，一边想要弄死我，一边说把我当亲生女儿。以前果然是我小看了他。 我忍着鸡皮疙瘩上前拉他，我就知道我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谢谢你，妈，以后我会对你好的。上演了一副子孝母慈戏码后，我准备去上班，并顺手从柜子里拿了一袋话梅，状似无意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喜欢吃酸的东西。”听说酸儿辣女，我余光见她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刚走到楼下就被林大妈拉到旁边问我：“花花。” 你是不是准备打掉孩子？我有些心虚的问他：“大妈，你怎么会这样想？”林大妈斜睨着我：“小夏都告诉我了，米菲斯酮和米索前列醇是流产用的西药。我”我别害怕，你告诉大妈，你和杨洋,洋盼了那么久，好不容易怀孕，为什么他一死就想着流产？你婆婆盼孙子的心情，我们也都看在眼里，你怎么可以干这种缺德的事情呢？她的话音一落。 我的眼泪立刻掉了下来，我也不想，可是婆婆喜欢孙子，万一我生的是女儿，可怎么办？傻姑娘，林妈妈笑着拍了拍我的手，你不生出来怎么知道是男孩还是是女孩呢？她神秘兮兮的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按照大妈的经验啊，你这一胎绝对是儿子。”我惊喜的看着她，真的吗？我真的能生儿子，为宋家传宗接代吗？ 相信大妈，大妈可是生了两个儿子的人。她一脸肯定，我心中好笑。我当然知道这是她的经验，她经常说曾经怀孕时是什么样子，我可都是按照她的说法来伪装的自己的。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肚子上，大妈，你再摸摸看，是不是像儿子？她摸着我的肚子，哎呦，才三个月就尖尖的，八九不离十是个儿子啦。听到她的话，我喜极而泣的点头。 那就好，那就好，不可以乱吃药了，知道吗？林大妈拉着我的手嘱咐，我不住的点头。看到林大妈往我家方向走去，我很满意，我就要让她觉得我怀的是儿子，然后去告诉我婆婆。今天私家侦探回我信息了，我之前请他查我老公时，他曾提议我查一查宋小娇，因为我老公非常明显的讨厌宋小娇，所以当时我觉得没必要。 经过那么多事后，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查一查宋小娇了。她告诉我，宋小娇原名崔小娇，和婆婆来自同一个县。四年前，也就是我和老公刚准备谈婚论嫁的那年，婆婆过马路时差点出了车祸，是崔小娇救了她。崔小姐送佛送到西，把她送回了家，在家里见到了宋阳，然后对宋阳一见钟情。刚好那是我爸妈反对我们的婚事。 提出了要一百万彩礼的要求，并且让宋阳承诺五年内不许催我生孩子。婆婆因此极其反对我和宋阳，一心想撮合崔小娇和宋阳。后来我拿出了九十万给宋阳，还带着两套房、一辆车嫁过去，婆婆才勉强同意。婚后我不会做家务，不会做饭，宋阳对我又特别好，所以婆婆非常讨厌我。而宋小娇会做家务，会做饭。 嘴巴还甜，每次来家里都会把我们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洗衣做饭样样做得井井有条，还每次都把婆婆哄得高高兴兴。所以，即使我们已经结婚了，婆婆还想暗中撮合崔小娇和宋阳。尤其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无论她怎么强调传宗接代的重要性，我都会回复她：“我还年轻，暂时没有生孩子的打算。”对比之下，她自然更喜欢崔小娇了。 之后，崔小娇出现在我家的频率更高了。私家侦探还告诉我，崔小娇谈过一次恋爱，男方叫刘平，两人相处时间并不长，有过多次的开房记录。分手后的第二个月，宋小娇在一家私人医院里有了怀孕的记录。私家侦探还帮我调查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崔小娇分手后不到一个月里，在婆婆的设计下，她与我老公宋阳发生了关系。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宋小娇的孩子是早产一个月的，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我真的很好奇，如果宋阳地下有知，知道这件事会是个什么反应。有了这个调查结果，我连亲子鉴定也不做了。毕竟对我来说，孩子是谁的并不重要。已经布好了局，我就放心的回了娘家。为了后续事件进展顺利，我连我妈也骗了。 我告诉她我怀孕了，和婆婆不一样。当我妈得知我怀孕的消息，简直脸都气绿了。如今宋阳死了，我要如何独自抚养孩子？嘴上生气，妈妈还是好吃好喝的养着我，给我买了好多的补品。算算时间，一个星期了，婆婆该坐不住了。不难知道她的想法：要么我死，没人和她争财产；要么我给她宋家生个儿子。 可我一直窝在娘家，她就什么都不能如愿。婆婆比我想象中更沉得住气，两个星期过去了，她才到我妈家来接我。看到客厅里摆放的婴儿用品和玩具，以及各种补品，婆婆似乎下定了决心，把这辈子没对我妈说过的好话都说了个遍。一句话，希望我回去。我妈虽然不乐意，但架不住我也想回去。我们约好了，我过几天就回去。 我很庆幸我没有立即和她回去，要不然我永远不知道人心可以冷漠、邪恶到这个地步。和往常一样，我打开手机的监控录像，看着画面里婆婆和崔小娇虚伪的寒暄。婆婆把我怀孕的事情告诉了崔小娇，崔小娇立刻大叫起来：“不可能！你不是在她的饮食里下了避孕药吗？为什么她还会怀孕？”婆婆立刻瞪着崔小娇：“你这是在质问我？” 崔小娇立刻耷拉了脑袋，又恢复到那副唯唯诺诺的样子。不是的，姨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我只是不太相信那个女人会愿意生孩子。婆婆脸色不好，但还是跟她说：“谁叫你那肚子不争气，生了个赔钱货。当初我撮合你和杨洋,洋，是因为她不想生孩子。后来她想生的时候，你又怀孕了，你还告诉我你怀的是儿子。”婆婆顿了顿，说。 我既希望你母凭子贵能抓住杨洋,洋的心，所以在他的饮食里下药，让他流产了。谁知道老天不开眼，我儿年纪轻轻得了这么个怪病，得了病又不肯跟你圆房，所以我才停了他的避孕药，想着他能给我们老宋家留个后。我心惊，原来如此。当初我并不想生孩子，但意外怀孕后，我对那个孩子充满了期待。为了那个意外的孩子，我放弃了出国学习。 晋升的机会，我开始学着要如何做一个好妈妈。然而，那个刚成型的孩子却胎死腹中了。医生说，是因为我吃的避孕药太多，沉淀了太多的毒素。当时我就觉得奇怪，我偶尔会吃，但不至于太多。因为太过悲伤，我从来没想过会有其他可能。听着他们的话，我握紧双拳。如今，我不仅要为我自己，还要为我那个没出世的孩子报仇。 你们欠我的，我会一样样的还回去的。隔了两天，婆婆急不可耐的又来娘家接我了，而我也迫不及待的回到那个家。婆婆告诉我，她和崔小娇说好了，为了照顾我，她让崔小娇搬到我家里，我同意了，正好我也需要她。离开娘家之前，我妈把补品都塞我车上了，婴儿用品却没动。婆婆似乎看出了我妈的用意，对我妈笑眯眯的保证。 一定会好好照顾我，给他一个健康的外孙。我心中冷笑。回到家里，婆婆拉着我的手道歉，说以前我受了那么多委屈，以后他会好好和我过日子，却绝口不提财产以及身故保险金的事情。我笑着应了。我不着急，该急的是他们才对。婆婆拿出五万块钱，说只要我休假或者辞掉工作，在家里好好养胎，她这五万块钱就给我养胎用。 五万块，我冷笑。我和宋阳每年给他的零花钱都不止十万，加上他卖掉家里那么多的古董首饰，五万块钱他还真是好意思拿出手。不过我表现出了感动，并假装听他的话，准备休假。我当着婆婆的面写了休假申请，然后告诉他老板拒绝了我的休假申请。在他的建议下，我辞职了。不仅如此。 我还跟婆婆表忠心，把我仅有的财产七十万元存款交给了她。我告诉她，卡里有七十万，我和她两个人可以随时取用。我心想，花吧，花吧，你花的越多，证明你侵占我财产的证据就越多。婆婆很满意我的做法，从此每天换着花样的给我炖补品，似乎要把当年给我吃下去的避孕药全都排出。在她的陪同下，我去了医院。 医生指着 B 超单告诉我们：“放心吧，看起来是个很健康的宝宝。什么时候可以看出孩子的性别？”婆婆着急。医生说：“再过一个月就能看出来了，不过医院是不可能会告诉你们孩子的性别的。”大妈，这种事情别太计较了，现在的社会生男生女都一样。我也安抚婆婆：“没事，去私立医院，出点钱。” 人家就可以告诉我们孩子的性别了，准不准？婆婆担忧。我猜测她想到了崔小娇的儿子。很多地方是不准，但只要有钱有关系，当然可以找到准的。而且凭我爸妈的人际关系和我的能力，要是连个孩子的性别都能弄错了，我怎么配得上杨洋,洋呢？你说是不是，妈？婆婆想了想，皱了皱眉头。我猜测她又想起了崔小娇。 毋庸置疑，我比崔小娇家世好，条件好，还能比她能赚钱。那会不会很贵？没事的，妈，这点小钱我还不放在眼里。再说了，在我的宝宝身上花个几万、几十万都值得。我们宋家的宝贝值得最好的待遇，不是吗？而且要是老公还在，只怕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都摘下来给他呢。婆婆点头称是。我知道，我夸他儿子比夸他更让他高兴。 妈，难得那么高兴，我请你去吃西餐吧。小娇在家里做饭等着了，何必去浪费那些钱呢？婆婆嘴上说着，眼睛却露出了笑容，一副准备出发的架势。想去吗？做梦吧！我说着就拿出了手机，准备给崔小娇打电话，一边劝她：“没事的，妈，西洋餐厅煮海鲜，家宝是不能吃的，小娇能吃，我给她打个电话，让她过来。” 这话一出，婆婆立马按住我的手：“不用打了，咱们回去吃吧。”我冷笑，婆婆的心思其实很好猜，卡里的七十万花的越多，她能得到的就越少。而且崔小娇算什么呢？宋家宝才是她宋家的人，宋家宝不能吃，她崔小娇凭什么吃？她想了想，坚定了语气说：“出门的时候我让小娇买了母鸡，今晚给你炖鸡汤喝，改天咱们再去西洋餐厅。”回到家里。 崔小娇正在逗弄宋家宝，还没有做饭吗？婆婆脸色有些不好。刚才她可是信誓旦旦的说了，宋小娇已经做好了饭菜，而且当初去我娘家把我接回来的时候，她可是拍着胸脯向我保证，崔小娇一定做的比任何保姆做的都要好。崔小娇像个小媳妇似的道歉，放下孩子，立马去准备晚饭了。看着崔小娇忙碌的背影，我笑着说：“妈，你说的可真对。” 小娇真的比任何保姆做的都要好，谢谢你呀，小娇。工资我会按照市场价的两个倍给你的。我看见崔小娇的背影微顿，婆婆抱起宋家宝说：“她是你表妹，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给什么工资？”表妹，换了个姓就是表妹了。我当初真是脑子被浆糊了，信了他们的鬼话。有了这些做铺垫，婆婆开始对我越来越满意了。 以前我有强势的父母做后盾，不做家务，不伺候他，反而让他儿子来伺候我，他自然是看不上我。如今我听话了，对他百依百顺，还比崔小娇有本事，能赚钱。现在我还有希望给他们宋家生个儿子，婆婆自然是把我看得更重些。我越来越喜欢对他撒娇了，一会儿想吃蔬菜，一会儿想吃水果，一会儿想吃肉，婆婆都会安排崔小娇去准备。 一天，当婆婆下楼扔垃圾时，我走到厨房里忙碌的崔小娇身边，手扶着腰，笑着说：“崔小娇。”崔小娇抬头看了我一眼，并没有婆婆在时候的惶恐和懦弱。我嗅到了一丝同类的气息，看样子她也正在谋划着什么吧。生了孩子又怎样？你还是一个见不得光的小三，不，连小三都够不上。毕竟杨洋,洋可从未正眼看过你。 我凑近他的耳朵，用只有我们两个人才听得见的声音说：“宋阳睡你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敢开灯？”你胡说！他手一扬要推我，我顺势往后歪去，假装差点摔倒。我吓得捂着胸口，嗲着语气说：“表妹，你这不合适吧？你以为我流产了，我家的财产就归你了吗？”你……他愤怒地瞪着我，怒气冲冲地看着我。怎么？温柔装久了？ 脏话也说不出来了，我朝着他比了一个中指，微笑着对他无声的说了个单词 “fuck”。Uck, 沈花姨，你就在这时，婆婆开门走了进来，似乎感受到我们之间的硝烟，朝我们看来。我手叉着腰朝婆婆走去，微笑着说：“婆婆让小娇来照顾我，果然选对了人。小娇经验丰富，我很满意。”婆婆疑惑的看着我们俩，我回头看向崔小娇，我说的对吗？ 表妹，她泫然欲滴，一副被我欺负了的样子。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天，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各种语言刺激她，明里暗里的指示我怀的是个儿子，将会继承宋家所有的一切，而且我会把他们母女赶走，远远的赶走。我还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她是个赶鸭子凑上去的小三，她的女儿是小三生的。终于有一天，她当着婆婆的面忍不住哭了起来。 控诉我欺负她，嘲讽她。婆婆温和着语气劝我们，都是一家人，要和睦相处。我笑而不语，也不反驳她。我从监听器里听见婆婆暗地里劝她，为了财产一定要忍住。背地里，我却愈演愈烈，对崔小娇说的话更难听了。我更加肆无忌惮的使唤她做事情，一言不合就砸几张百元现金出来，有时候砸在她的脸上。 我从监听器里听到她和婆婆哭诉的次数也变得更多了，说的次数多了，隔着监听器，我都听出了婆婆的不耐烦。终于，我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一天，我逗弄着宋家宝，对婆婆说：“我看小宝这几天艳艳的，没什么精神，要不我们带他出去走走？”自从我怀孕以后，小区里有传言说宋家宝是宋阳和小三生的孩子。 婆婆是个要面子的人，就不怎么带小宝出去了。她虽然喜欢崔小娇和宋家宝，但是骨子里还是把儿子的名声看得很重的。况且儿子刚死了，她可要为他保住好名声。婆婆有些犹豫，她好像并不太乐意带着宋家宝出去。我说：“其实小区里的传言我也听过，把他放在家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小宝总要出去的，也总要认祖归宗。” 咱们现在也不说这孩子是谁的，但我带着出去，总不至于被人说闲话。出门之前，我给夏嫂子转了两千块钱，并发了短信。出门了。今天是周末，广场上的人很多。夏嫂子盯着宋家宝问：“这是谁家的孩子？长得可真好看。”我说：“我家的。”夏嫂子说：“吹牛，长得都不像。”我笑：“像我老公。”夏嫂子摇头。 也不像，林大妈凑上来，砸着嘴巴说：“是你表妹家的吧？听说她生孩子了。”她的话音一落，夏嫂子立刻叫起来：“啊，我知道是谁的孩子了！”婆婆正想打断夏嫂子，被我捷足先登了。这么激动，搞得我都有些好奇了。夏嫂子人送外号“夏明嘴”，因为她有一张巧嘴，黑的能说成白的。大家都说她还能把树上的鸟都哄下来。你表妹那个男朋友的。 男朋友？我疑惑的看向婆婆。小娇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我怎么没听她说过呀？婆婆一愣，很明显她也不知道宋小娇有男朋友这件事。我问夏嫂子：“你怎么知道我表妹有男朋友了？”我们都不知道呢。夏嫂子一拍大腿：“哎，前几天我家元宝挣脱线往外跑了，我追出去，正好看见小娇和一个男人搂在一起亲嘴儿，看着他俩火热着。” 我也不好意思叫他，不过我倒是瞧见那个男人的长相了，长得可真是好看的很，细长的桃花眼，跟这个娃娃一模一样。他们穿了什么衣服，在第几根凳子上？夏嫂子描述的活灵活现，我心中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这故事说的跟真的一样，仿佛还原了现场。婆婆的脸色非常不好，她走得非常快，恨不得立刻回家，扯着崔小娇问她那个男人是谁。我瞧得好笑。 一本正经地劝他：“妈，小娇已经替宋家生了个女儿了，她还没有结婚，找对象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不要往心里去。你不是很讨厌她吗？她惦记我的丈夫和我的男人生了个女儿，我讨厌她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同时，我也能理解她，年纪轻轻又没结过婚，凭什么要为一个已经去世的人守身如玉呢？她图什么呀？是啊，她图什么呀？” 婆婆沉默了。回到家里，看到崔小娇忙里忙外的打扫卫生，婆婆狠狠的剜了她一眼，回自己的房间生闷气。后来的几天，婆婆对崔小娇格外冷淡，连看孩子的眼神也带了几分审视的味道。一天晚上，我吃饭的时候盯着小宝看了好久，看得崔小娇都觉得头皮发麻了，我才咂着嘴巴收回了眼神。婆婆问我怎么了？ 小宝有什么问题吗？最近可能因为我听话的原因，婆婆对我格外温和。如果我没有记错，听说小宝是早产，可我瞧着他这胖成球的样子，不像是早产的。足月生的孩子也不过如此吧。沈花姨，你胡说八道！你要是看我不顺眼，我可以离开这个家，但是我不允许你污蔑小宝。我挑眉，我说他不像早产，是污蔑吗？不过有句话你倒是说对了。 我就是看你不顺眼，有本事你离开我家呀！现在就走。你崔小娇又一副泫然欲滴的样子，看向婆婆、姨妈沈花姨，她太过分了。婆婆狠狠的把碗筷放在桌上，要是不想在这，你就回去吧。但是小宝得留在这里。姨妈崔小娇都要哭了，看婆婆半天不给她脸色，鼓着勇气说：“小宝是我的孩子，自然是我哪里，她就在哪里。” 这话说的好，我都想替她鼓掌了。婆婆讨厌别人反抗她，更讨厌别人威胁她。崔小娇委屈着跑了出去。我又拿出手机发了个短信。到了晚上七八点，崔小娇又回来了，她的眼圈红红的，一看就是哭过的样子。她抱着个西瓜回来，似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她说：“中午表嫂说想吃西瓜，我就买了一个回来。” 无下限的委曲求全，婆婆略有深意地看了她一晚，按老太婆爱财程度，我不信她看不出崔小娇留在这个家里图什么。反正她是宋家宝的妈，财产在宋家宝的名下和在她的名下都是一样的。在我多次的刺激下，我终于等来了我想要的那一天。崔小娇在我的玉米汁里放了一些白色的粉末。当她把放了东西的玉米汁放在我面前时， 我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又往里面放了大量的米索前列醇。我闻了闻，对婆婆说：“小娇做的这个玉米汁味道怪怪的，我喝不下去。”婆婆有个优点，坚决不会浪费粮食。她说她小时候吃了太多的苦，所以舍不得浪费粮食。见我不喝，她端起我面前的玉米汁，一口气喝了一大半，并端起剩下的就要给宋家宝喂去。我正犹豫着要不要阻拦的时候， 崔小娇从厨房里出来了，看到婆婆正在喂孩子，立马惊呼起来：“你怎么能喂小宝吃这种东西？”婆婆脸色一下子冷了下来。崔小娇感觉到自己的失态，连忙道歉：“姨妈，我我不是那个意思。小宝最近有些拉肚子，不能喝这种东西。”我道：“玉米汁是五谷杂粮，老少孕妇皆宜。你给我一个孕妇喝，小宝怎么就不能喝了？”她咬了咬牙：“小宝不喜欢喝这些东西。” 我笑着问表妹：“你反应这么大，难道你在饭菜里放了东西？”“我没有。”她极力的反驳着，却拿走了小宝面前的玉米汁。然而绿茶表示不应该大声说话的，太不符合她平时的气质了。婆婆立刻警觉了起来。忽然，小宝大哭了起来，全身涨红，手臂上还长出了一些小疙瘩。婆婆忽然头一歪，也晕了过去。 在崔小娇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打通了幺二零，报了自家的地址。不到十分钟，小区门口响起了救护车的声音。我和崔小娇护送着婆婆和小宝去了医院。医生说，婆婆服用了过量的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需要洗胃。宋家宝没有喝到，但因为近期母乳饮食不健康，造成了胃黏膜损伤，只需要输液观察两三天就可以了。 我在医院里一直等到婆婆醒来，她让我回家休息，刘崔小娇在这里照顾她就够了。我回家了，家里还有一场好戏等着我布置呢。在陈家和私家侦探的安排下，我换了网上新买的蕾丝裙出门了。私家侦探告诉我，刘平今天晚上会去夜宴。刘平喜欢泡吧，喜欢软软糯糯的女生，尤其是会跳舞的女生。宋阳活着的时候。 从来不允许我穿蕾丝。他说我穿蕾丝有一种神秘的诱惑感。今天我要尽全力勾引刘平。穿着蕾丝，我在舞池中跳起了热舞。我小时候学过舞蹈，对自己的舞姿还算有自信。一曲舞毕后，我和陈家坐在桌上喝酒，有人过来搭讪，刘平是其中一个。我端起酒杯晃了晃，露出脖梗，对着他一饮而尽。我今天的装扮。 穿着以及舞蹈都是按照他的喜好来的。陈家和私家侦探在一旁起哄，让我们留个联系方式。刘平绅士地提出要送我回家，我没有拒绝，甚至在下车的时候凑在他的耳朵边轻声说：“谢谢你送我回家，下次见。”说完，我踩着高跟鞋回了家。之后的两天，我一整天都和刘平聊天，从爱好聊到了人生，再聊到 s i n 然后及时刹住了车，婆婆给我打电话，让我给她送两套衣服去医院。我推脱有些头痛。婆婆说她让崔小娇回来拿，同时还叮嘱我不要和她发生争执。她说这次的事情出院后会给我一个交代。我冷笑，又开始和刘平聊起了微信。差不多的时候，我对她说：“要不你来我家吧。”刘平回了个“马上到”。就在这时，房门被人打开了。 崔小娇惊喜的看着眼前的一幕，正准备用手机拍照时，我一个闪身来到了她面前，抢过她的手机。我扬了扬手中的手机，说：“小表妹，你擅闯民宅，这是要干嘛呢？”“我要告诉姨妈，你和一个男人在家里乱搞，是吗？”“国家有法律规定，寡妇不能找对象吗？”说着，我快速的按照了拍照键，把她和刘平照进了一个框里。“你还我手机！” 崔小娇跳起来抢手机，一道戏谑的声音从身后响起：“哟，这不是娇娇吗？”崔小娇一抖，回头看见刘平时，整个人脸色都白了。怎么不认识平哥哥了？刘平拉了拉半开的衣襟，笑嘻嘻的站了起来。不得不说，刘平有一副好皮囊。私家侦探说，刘平家曾经很有钱，后来家道中落，破产了。 崔小娇就是在那个时候离开他的。现在的刘平靠一些有钱的老女人包养着。我猜他能看上我，有一部分是看中了我租来的那块价值几百万的表，和陈家那个全球限量版的包包。当然，还有我那身专门为他准备的装扮。你你怎么会在这里？崔小娇脸色异常惨白，这是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见他如此失态。呵呵，真有意思。 前不久，我买通了下嫂子，想要在婆婆面前埋下一粒种子。宋家宝不是宋阳的孩子，看来被我瞎猫碰上死耗子了。拉了拉身上的睡裙，我走到刘平面前，单手杵在他的肩膀上，问：“你们认识？何止认识，我还知道他。”刘平，你闭嘴！崔小娇气急败坏地打断了他，走过来就要拽他的手：“你跟我走，我有话和你说。”我笑，小表妹。 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面说啊？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就是咱俩那点破事。刘平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崔小娇跳起来捂住了嘴巴。刘平被崔小娇拽走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看绿茶婊急成这个样呢。收了家里的红酒，打扫了战场以后，我换了身衣裳，板板正正的躺在床上，打开手机上的监听软件。唱歌的那天晚上，我和刘平喝得兴起的时候。 私家侦探在他的手机里下载了一个监听的软件，只要他不关机，我都能听见他当场说的话、他打的电话以及发的短信。而今天，我在他的后衣领下方又装了一个监听器。待会我要来得及，会亲自给他取下来；我要是来不及，陈家会制造一场意外，毁了他的衣服。我听见监听器那头，崔小娇一直哭，后面是一连串不堪的脏话。 对不起，对不起，当初是我不对，可是我真的是万不得已啊！呵，万不得已。当初我怀了孩子，你又不愿意带我见你的家人，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未婚先孕，生下孩子要怎么活呀？你说什么？嘤嘤嘤！你他妈别哭了，略直了舌头，好好跟老子说话。崔小娇哭哭啼啼的说：“我和你的孩子已经四个多月了，是个女儿。” 你最喜欢的女孩和你长得很像，之后就是她走投无路，如何被我婆婆坑蒙拐骗？刚好那时候我老公得了癌症，婆婆承诺她，只要她为宋家留个后，一辈子都会照顾她和孩子。她没办法，只好在我婆婆的安排下委身表哥。她又告诉刘平，现在我沈花姨的大部分财产已经在小宝的名下了，只要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东西就是小宝的了。 以后他们一家三口如何用我的财产过下半辈子？为了证明他说的是真的，他还把赠与合同的照片拿给刘平看，里面是赠与合同和房产共有人的信息，身故保险金和死亡保险金，他也一一拿给刘平看。监听器那头沉默了好久，宋小娇说：“平哥哥，这些财产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们的宝宝。” 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还可以做个亲子鉴定。小宝的却是你的女儿。在他的极力游说下，刘平渐渐沉默了。他问：“那你又是怎么认识沈花姨的？为什么和她搞到了一块？”“她是我喜欢的 style。”我笑，看来刘平也并没有彻底的相信他。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崔小娇的声音娇弱极了。 我担心是沈花姨知道了我和你的事情，所以故意勾引的你。我想哟，不错，有点脑子吗？刘平冷哼：“老子是那种能轻易被人勾引的吗？”当然，他当初看中的是我有钱，也许还能包养他。这种事他怎么能承认呢？两人又说了一会，才回到了我家。刘平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走过来跟我拥抱。我顺势从他的衣领下取出了监听器。 在那之后，我和崔小娇非常默契的对刘平闭口不谈。刘平是她的前男友，宋家宝的亲爹，又是我的屁友。他觉得我们之间是平衡，相互钳制着的。然而，他并不知道这些都在我的计划中。婆婆和宋家宝在医院住了五天，医生告诉我他们可以出院了。接到私家侦探的电话时，我正在医院里准备接婆婆和宋家宝出院。我说。 要不把小宝给表妹送去吧？那么多天不见，小宝也该喝点母乳了。只要是为了孩子，婆婆不管什么事情都能答应。婆婆刚想给崔小娇打电话，就发现手机不见了。她让我给崔小娇打电话，我笑着说：“我那么讨厌她，怎么可能会存她的电话号码？”也许看我说的太直白，婆婆反而笑了起来。我开车载着她和宋家宝去了宋小娇的出租房。 刘平落魄，居无定所，而崔小娇又舍不得在他身上花钱，所以刘平经常跑去他家。这是一个一室一厅的老旧小区，崔小娇住三楼。刚走到二楼时，我电话忽然响了起来。我把宋家宝递给婆婆，我接个电话。妈，你送上去吧，正好我也不想见到他。我返回车里，打开了监听器。当我戴着耳机，还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 婆婆抱着宋家宝回来了，她的脸色非常不好，一直盯着怀里的宋家宝，似乎在犹豫着要不要把这孩子给扔了。可按照她的性格，我猜她一定会踹门而入，质问宋家宝到底是谁的孩子。难道她没有听到刚才两人的对话？如果没听到，怎么是这副死了全家的表情呢？虽然有些猜不透，但我觉得我得改变计划了。回到家以后，婆婆忽然问我。 有没有宋阳的头发？他说想给孩子做个亲子鉴定。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什么也不说。我很听话，按照他的要求，从卧室里找到了宋阳的头发，带他去医院给宋家宝做亲子鉴定。他可能担心我使坏，全程一分钟都不离开我，还让我找找关系，让结果出来的更快些。鉴定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颤抖着双手接了过去，却没有打开。 后来婆婆再没有抱过宋家宝，只是她会阴恻恻的盯着宋家宝看，看得我的心里发毛。可见老太婆是被伤透了心。我冷笑，这只是开始呢。我监听到崔小娇两人经过彻夜不眠的想办法，终于想出了两个办法来对付我。一个是败坏我的名声，让世人唾骂我，然后制造一个我自杀的假象；另外一个是直接让我发生意外死亡。 考虑到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会在小区里转悠，他们准备先坏了我的名声。为了配合他们的表演，这天我故意叫上婆婆，带上宋家宝去逛花园，还选择了人员最为密集的地方。忽然，刘平冲了出来，跪在我面前：“花花，对不起，原谅我好吗？”“你是谁？原谅你什么？”我疑惑的往后退了两步，右手叉腰，左手抚上肚子。 他急切地说：“孩子快四个月了吧？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听见你怀孕就吓得离开你。花花，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我会担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的。四个月是宋阳还活着的时候，我的孩子关你什么事？我又往后退了两步，看向婆婆，我不认识这个人。人群中的夏嫂子忽然笑起来，这不是小娇的男朋友吗？” 怎么变成了花花的？我抚着肚子，仿佛是个真正的孕妇，说：“原来如此，宋小娇人呢？她睡了我老公不算，现在还要往我身上泼脏水吗？”婆婆扯着我的手腕，阻止我：“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啊！发生这种事情，老太婆还指望着我能保全她儿子的名声呢。我表现得极其愤怒，我胡说，宋阳背叛我，和宋小娇生了孩子。 把我的财产都转到了你和私生女的名下，这不是事实吗？现在他宋小娇还找个男人想来败坏我的名声，你还想让我忍气吞声背下这个恶名吗？明明是宋阳背叛了我，转移了我的财产。婆婆气急败坏，对着我就是一巴掌：“你闭嘴！”我顺势往后倒去，在心中忍不住为他鼓掌，打得好！看我倒在地上，人群中再次发出一阵惊呼声，有人上来扶我。 有人对着婆婆指指点点，我躺在地上，一手捂着肚子，绝望极了。是我错了，我相信你会把财产还给我，我相信经过我的努力，你会把我当成儿媳妇。原来不管我再怎么努力，你也不会真心对我。婆婆自己也吓了一跳，她可能没想到我怎么就倒下了。与此同时，我看见刘平往人群中一缩，跑了。我掐了一下下嫂子的手，她反应过来，大喊道。 快叫救护车！医院里，小颖给我削苹果。她告诉我，婆婆还没有脱离危险期。那天，夏嫂子和我一起随救护车到医院后，立马给婆婆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流产了。医生说是个男孩，顺便还告诉她，一年前我流掉的也是个男孩。婆婆愤怒之下去找崔小娇。我打开了陈家给我发来的视频。就在刘平计划怎么处理婆婆的时候。 门外响起了救护车的声音。我早料到按婆婆的性格，知道我流产的是个男孩，肯定会找崔小娇的麻烦，所以我让陈家帮我留意着她的动向。陈家在对面楼拍下了一切，看到婆婆被踹到的瞬间，立刻叫了救护车。花花，你还起诉吗？小颖问我。诉为什么不诉？让他们相互撕扯，臭名昭著，只是我报复的第一步。 我最终的目的是让他们受到相应的惩罚，以及拿回我的财产。后来，陈家向检察院提交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包含他录下的视频、我家里的监控录像，还有摩托车撞我的监控录像。我申请了公开审理。庭上，婆婆和崔小娇两人互相推诿，相互攀咬，把对方的老底都卸了个遍。我心里痛快极了。参加庭审的大部分是一些亲戚朋友和小区的熟人。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我的老公宋阳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后，又被告知我暂时不适合怀孕，所以与崔小娇发生关系，希望能为宋家留个后。他为了婆婆和宋家宝后半生轻松无忧，骗我签下了赠与合同，转走了我的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并借无证驾驶司机的手，人为制造了车祸，骗取死亡赔偿金。而婆婆和崔小娇是共犯。 之后，在陈家的建议下，我又向法院起诉，主张赠与合同无效，并向法院提供了我的夫妻共同财产大部分都是我父母出资的相关证明，还有多年来我的还款记录、给婆婆转款的记录，以及我家里被婆婆转手的古董和黄金等等。最后，法院判决赠与合同无效，夫妻共同财产大部分由我继承，婆婆只继承了宋阳很少的一部分，而她继承的那一部分。 还不够交处罚金，大部分结果都在我的预料中，唯一不足的是，我申请撤销这些年无偿赠与给婆婆的金钱和财物，法院以履行道德义务的赠与驳,驳回了我的诉讼请求。庭审这天，婆婆被人用轮椅推着离开了，我看见她的头发一夜之间都白了大半，眼睛里的血丝更红了。她愤恨的看着我说：“沈花姨，你会得报应的。” 似乎我哥是十恶不赦的坏人。有时候我在想，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明明是他们对不起我，为什么到最后他没有半分的歉意，还觉得一切都是我的错呢？我走到他面前，淡声说：“从你下药让我流产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宋家的根会断在了你的手上。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他愤怒的眼神瞬间黯然了。 祝你老有所依。说完这句话，我头也不回的离开了。